你有买到这个，厉害吧？哎，这个真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我在日本完全找不到哎，你怎么会有它？现在日本大缺货，卖到翻的紫色腮红，他们家的紫色腮红现在是大缺货。哎，对，说真的，如果大家有看到，你一定要去搜这个。你看它好像很紫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其实刷到你的脸上是带一点点会提亮肤色的葡萄红，你看有没有？所以就是为什么日本女生很喜欢这个颜色，是因为第一，它可以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更白，他们说是血色感。可是其实如果你喜欢他们家 CanMake 他们家的东西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最近有出了一些新的东西。